舞台是用松木做的，让我们有表演的空间。小学生当起导览员很有架势，让人前往台南慈济高中小学部，学生个个落落大方。废弃雨伞步进摇身为精美购物袋，环保巧手让上人赞叹。高龄90岁志工张王焕做环保20年来不中断。这个我一搞几多，上进有在讲啊，哦，反应加倍的，无反应呢。年轻沙曼鱼做海鲜经销商志工张振兴体会因缘果报，真心忏悔。啊，咱都爱再接再厉，大家人爱真健康、欢喜、快乐做环保。我看到上人非常的忙碌。警戒分局长跟警员跟上人分享推速防疫的感想，他们除了做人民保姆，更愿如素做地球守护者。大爱新闻学林萧红树、王昭忠台南报道。